CQDM15-810。外观展示：1.5吨前移式电动堆垛车，业内简称小前移。交流驱动，电子助力转向，最大起升高度4500毫米，适用窄航道，适用单面、双面托盘和全类型货架。工作状态：门架前后自由移动，有效缩短车辆作业半径，适合窄通道使用。国内首创 ，EBS 电子助力转向，转向力轻，女士也可轻松驾驶。弯道自动减速，更安全，更贴心。紧急停车，紧急反向，有效防止误操作造成的人体伤害。其闭环控制系统，车辆坡道自制动，防止下滑。细节特写：新款阻尼踏板，脚板更松软，更舒适。门架自由前移回缩，适用窄航道。货差倾斜设计，操作更轻松，货物更平稳。行业领先设计，三速下降模式。下降速度自由选择，更平稳，提升电线位，避免机械冲击，货物运行更平稳，有效延长电机电池寿命。锻打货差，自由调节宽度，使用单面、双面托盘，货差高货位，车辆自动减速行驶，有效防范违规作业。